天19号凌晨3:23，本分队接获国道1号北上56公里处连环车祸，到达后现场一片狼藉，车子碎片四散。所幸经巡视后，并未发现有受困民众，但有4位民众，3女1男，受到轻伤。患者交由中立及内力救护车处置后，分别送往埔里桃园医院以及中立天成医院接受治疗。